天我穿成这样是为了给魔力姐姐和姑姑姐姐做年糕，因为他们两个人之前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所以这次我做的炒年糕也一定会特别好吃的。那先看一下材料吧。是年糕、高丽块、辣椒酱、糖心。那材料我们已经看完了，现在开始做吧。炒年糕的做法呢其实很简单，首先就是要烧水，我们先开火，然后就是倒入饮用水咯。水倒完了，然后第二步就是把我们准备好的咖喱放进去。咖喱已经放进去了，你们看一下，看这个我准备的咖喱是最辣的，你看一二三四五数值是最强的。那我们先把咖喱搅拌一下吧。咖喱已经溶解好了，接下来我要放辣椒酱，继续溶解辣椒酱吧。那辣椒酱已经也溶解好了，接下来我就是要放年糕啦。看这边有原味芝士的年糕，还有紫薯芝士，还有南瓜芝士的，现在我们把它倒进去。接下来再放糖心。好了，那么就等它们把汁收干，然后煮熟了就好了。哇，我做的炒年糕差不多都完成了。我先自己尝一下，好吃。那么我现在呢，叫姑姑姐姐还有魔力姐姐尝一尝我做的炒年糕。魔力姐姐、姑姑姐姐，我为了你们做了炒年糕，快快快尝！这，算了吧，我也尝一个吧。完全被我做的炒年糕吸引到了吗？就是、啊、好像，哇，这个味道好像，夹不起来，芝士芯的，好好吃啊，辣辣甜甜的，好吃好吃好吃，超好吃，它还不是很辣，但是还挺香的，是不是？对吧？辣的很爽哎，那你们想不想挑战？真的好吃。地狱辣的炒年糕，地狱辣，好啊，想不想挑战？地狱辣是比这还要辣吗？对呀，魔力姐，你看一下你旁边，看到了吗？帮我拿过来吧。这个呢，就是你们都知道的火鸡面的酱，火鸡面的酱超辣耶。你要放什么吗？这个，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辣酱，对，辣酱，肯定是辣酱啊。它的一滴两滴呢，就跟火鸡面的酱一样，超辣超辣超辣的辣酱，这是韩国最新出的超辣的。对呀、啊，要不信是不是？不信，那试一下就知道了。挑战一下嘛，我帮你放。那可能也要都放进去吗？全部都放吗？这个要放多少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放一些？放一圈好，放一圈，放一圈。对，姑姑姐姐那个也都放吗？那我就都放吧。火鸡面这个好像还确实是有一些。开火了吗？开火了啊！正好就可以把里面的汁收了，是不是？魔力姐姐，你放好多哇！好多，够了，够了，够了。我们会不会被辣？这个汁是不是还要再收一收呢？哇，好像还要。你看它们的颜色都变黑了，变黑了，会不会是暗黑料理？我来帮你，我好想搅拌。它的这个味儿，味道有一些辣眼睛，对，是不是？超看着就特别特别的辣。我天哪，颜色已经黑掉了，颜色已经黑掉了，对，黑红黑红的。哇，好像可以了。我可以了吗？这么辣？可以了吗？可以了，可以了。现在是让我们尝一尝吗？你们都尝一下。不过我们两个先尝。好。
会不会很辣呢？但是它里面不是有芝士吗？会不会稀释一下它的辣的这个程度？但是我们综合一下，我们放了好多的酱。哎，你们先尝一尝。啊，闻着好像……来，快吃，快吃，还行，还行，快吃！不要催我呀！我很期待。茉莉姐姐已经吃了，怎么样？果然很辣。看果果姐姐，哇，好爽，好爽！我要蘸一蘸汁，蘸一蘸汁。啊，都是能忍住的那种辣吗？哦，我觉得，哇，会让你很上瘾这个辣，但是它会后劲特别大。哦，不过我们没有准备水耶，姑，我们去喝水吧。喝水，喝水。哇，有那么辣吗？我也尝一个。姐姐已经辣到不能说话了，但是我觉得我还好，我个人感觉就最后加完辣酱以后的味道更好吃了，是不是？所以我感觉这个辣酱真是班长真的很好吃，特别是加完火鸡面那个料，没有人理我，也没有人理我，看我一个人在吃，好吃好吃，我也觉得好吃哦，对吧？你看，其实刚才韩导和杨导也都吃了，都说非常好吃，是吧？没错。那我们今天谢谢真真班长给我们做了这么好吃的辣炒年糕，是没错。那么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新魔力玩具学校，还有大家要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新魔力玩具学校的官方微博。下次见吧，拜。